开比赛，比赛，比赛开始了。首先，蓝色的人族是天龙战队的 Infi， 但是在地图上方，这是十一点的位置。而这边红色的虫族就是来自于这个 Phoenix 战队的 Courage， 是出生在了四点钟的位置。你说最后狗七能找到吗？肯定可以找到的，因为毕竟到后面发的肯定是少，终归有一个是对的，对吧？是的，终归是有一个人对的，这个至少是有记录可查。嗯，我第二次答对了，我是心若无尘。前面两次，我前面就发了两次，你第二次已经在第十三页了，哥们。对的，在很后面的话就不一定能够轮得上你哦。所以说下次一定要记得把答案写全。嗯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我在 OB， 我还想去 OB 一下。嗯，这边看看 No 总还是打得很小心，他还是觉得 Infi 可能会前期双兵赢他。嗯哼，到处去探一下路什么的。那要看一会儿。九幺这个抬不起头了呀，还是已经就习惯了，无所谓了。我现在好想去看看台湾论坛上面在PTT 了 PTT 上面在各种问孙公公的问题。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已经爆 PTT 了。看看两个人这一场比赛，我觉得看了刚才的一场 TVZ， 现在再来看 Infi 和 No 总 TVZ 又是另外一种风格。这个 Infi 的战术各种各样啊。哦哟，有人写了一篇好长的帖子，由说让九幺上场是个错误，联想到中韩差距，望轻拍。看他写的什么，那么长，算了，看不完，回家再看吧。反正他被人家拍得很惨。嗯，你都看过了？看过的。嗯，我还是希望大家就回到这个比赛当中来啊，对吧？嗯，比赛当中 Infi 一个裸双开，而对手 No 总以 No 总的性格，你这个敢裸双开，你就不要怪我裸三哦，直接三基地出去。没有立刻裸三是好的，是对的。我有 Infi 是直接追两期啊， Infi 是单命赢双开，单命双开是追两期。哦，也是没有毒口，这个病因还在放在家里面，他防对手放快狗吗？不知道。还在定位一下有没有开三矿，没开三矿那正常打了。那整个形式上来说的话，我觉得 No 总的这个三基地什么时候开是一个我比较关心的一个。哦，开了，三基地开了。那这样 Infi 在开局上来说有点吃亏啊，跑火车遇到这样的一个三开有点吃亏。但我们看到韩国选手也是，上一次是谁啊， King 打西瓜，对吧？嗯哼，西瓜也是这样的一个三开，然后 King 的那个火妖娆的走位火车直接杀了三十多个农民，各种当时他的火车是打了一个双线。嗯，哦，好像我们已经，我告诉工作人员我的账号，然后让他自己去查一下。哎，你换了一个账号？没有啊，你昨天不是用 QQ 登录的？不是啊，就是这个呀。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正常的登录账号是多少了，以前只会用 QQ 登录。哦，是多少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以为这个坑挖出来，挖出来我的号我已经看到了，好吧？我回去就改密码。这样来的？不要讲，我要上你的号在论坛自爆呢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 Infi 是在双开以后出火车三开，用火车掩护自己的三基地，这正常打法，两个人都在走正常套路。但是赌鸭，这个应该是骗对手的吧？赌鸭炸弹，这是真的要升
但一般来讲，如果要骗对手的话，是升那个，升那个医疗体的能量。对啊，而且他这样修有必要骗吗？这上次你用了效果好像不是很好啊，点错了吧？三个我估计有可能是点错了，点错了吧？英飞，渡鸦炸弹都点下去了，等会我看他出不出渡鸦就知道他点没点错。出错了。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想来用骗，有可能是想骗，就在这个时间点，觉得对手可能要飞一个房子进来看，那意义大吗？这个骗？这个喜欢打战术的人，所以说他做这个细节无伤大雅啊，反正退了一步伤经济的，对吧？因为在这一场就是选择了他的两矿三基地，就是我们之前说过嘛，女妖和机甲坦克你二选一，他选了用火车跟女妖来防这个蟑螂带狗和毒豹，打得很先进啊。嗯哼，这也是我之前在韩服遇到的蛮头痛的一个战术。嗯，火车女妖，然后他凭借着因为女妖配上火车，刚开始你用这个女皇打我打不过，哎，是打不过的，是的。以前女皇防火车防得住，防女妖也防得住，但是两个加起来你就难受了。是的，以前是什么？以前女王不行，她会插宝然后放防空。现在因为女王强了，对，直接出女王，然后发现两个都打不过。嗯，所以说就是说在战术变革的过程中，以前这个套路也许不那么管用，现在反而就管用了。英飞打得不错啊，英飞我觉得战术体系，至少英飞的战术体系是非常非常先进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人口已经是领先了呀。嗯，非常先进的一个战术体系，但是刚才的这些骚扰并没有打到任何东西，所以说胜负来说的话 Courage 由于三矿度过的还比较安全，那还不好说，主要是把 Courage 的运营节奏给打乱，现在 Courage 不太爽。怎么说呢，是这样的，就是他这个打法让虫族的地毯铺的不是特别快。嗯，你出即便你用蟑螂你也开不了矿，就是这样的。不过虫族只要有三矿运作起来了，打下去就可以了。凡是凡在，我跟你说，虫族现在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遇到这个战术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虫族没有办法侦查，然后一片漆黑，一片盲区打的。然后人族是到底是三开推你还是正常的两矿极限一波，你是不知道的。变眼虫呢？啊，哪有那么快啊？眼虫他这波二本都好了很久了，好吧？他这波压得你很烦的，我跟你说。好，这波火车包的还是不错的。这个音符有点失误，这波火车如果不死的话，会让虫族根本无法侦查。嗯，如果这波火车死了的话，他三矿开出去都有点难开。嗯，如果火车留下来的话，三矿就可以直接开出去了。嗯。用女妖加火车防对手的狗嘛，这很方便的。音符给我的感觉还是暴兵稍微弱了一点。是的。哦，又是莽夫。又是东本的二本提速毒爆一波，提速毒爆一波，东本流有点猛啊！奴总不愧是跟东本学过的人呐、啊。哎呀，英飞不会再打这个中立岩石，然后被一波撞穿吧？这很有可能啊！这坦克一直在炸这个岩石，我们知道坦克的攻击 CD 是很长的，不是吧？要了亲兵了，这个要了亲兵了，不是吧？坦克没有打，哎，还在打中立岩石，哎、还好。但是毒爆速度已经好了，拱开了，拱开，这就是莽夫啊！打战术，哼。打战术，好，这边在围这个农民，伤的不大，但是这矿农民这还有两个毒爆呀，这矿农民有点多，我只能说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多农民啊？这波我估计有三到四十个农民 ，OB 因为辛辛苦苦为三矿存的农民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喽，太忙了。No 总的比赛永远都是这样，三开是吧？轰一波，在别人脸上变了。这一波毒爆就是硬拱了，能拱多少拱多少。你看他这么莽啊，真的，我不管的呀。打完反正我出飞龙了，反正英飞现在想要补兵那是不可能的。哎呀，又莽掉一个坦克，哎呀，这已经结束了呀，这场比赛。这一直顶就好了呀，对手连构建建筑学的时间都没有了。顶到飞龙出来就结束了。嗯。太猛了。但 Courage 没有留什么钱，飞龙第一时间也出不了几条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路口已经咬穿了。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，哦，最后是一个叫做蓝图的观众是获得了东西，然后枸杞冲进来跟我说，以后问题简单点，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呀，
那么精准的一个问题，回答起来太容易，刷屏刷得更厉害。对呀、根本就不懂，你根本就是没有做过。我们以前问那个简单的问题，瞬间刷了100多页，就是永远没有，你没有经历过我们学友的能力。你想上次我们叫这个。刷到多少？888楼刷 S 是二，瞬间就下，我们下楼。他说我问题太简单，哎，让我问简单点，问简单，我告诉你，就今天晚上你都找不到了，对吧？我这个问题其实不难啊，说实话，真的不难。接下来问题又是要回答两个答案，大家一定要回答全。对，你要记清楚，我到底是要问你多少个问题？我觉得你刚才表达也没有什么没表达清楚。对啊，大家听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听得仔细。对，我还仔细强调了。对的。有两个成绩，多少年你都要写清楚。是的，好，这边飞龙出来，把坦克想点了，很难再构建起这个防御体系了。人口已经是拉开了超过一倍的差距。蓝图，这观众不知道谁啊？终于不是黑胖子了。黑胖子，你别人很好的，好吧？别人把那个鼠标都捐出来了，给我们论坛做活动。啊，那下次我们又可以抽个鼠标了。对，他说哎呀，我一次抽了两个，不太好意思。他说那我就捐一个吧。他是拿了一个套装跑的。这两个观众啊，也是这个小七也是在论坛上给你们发了一个私信的。对的。论坛上有私信，游戏里面有私信，你们赶快去联系他，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给小七，要不然的话发快递。小七这个家伙到时候把你们东西黑了，就不要，还真的是欲哭无泪呀、你们。吉吉，因为做了全场的骚扰，然后就被莽夫一捅，正面一捅捅穿了。当时来讲，其天路战队的因为诞生在地图下方7点钟的位置。地路因为，你还自己自带配音的？我感觉他们这个做的还可以。红色的虫族是来自于 Phoenix 战队的 No 总，他放出了传说中的，No 总还要瞟镜头，有没有偷 ？No 总一边放大招一边说，没被人发现吧？实在是太坏了啊！周宁，Infi 没有读口，你知道他跟我打电话说什么？说什么？问题简单点啊！你不知道发个短信啊？我在直播哎，大哥，他知道我在直播，他还跟我打电话，真太坏了。好，这边我们来看看，银飞会不会裸双？好像，即便是裸双，以 Nobles 的操作也是挡住了的。为什么以 Nobles 的操作？对啊，上次不是挡住小明的6D 吗？还 All In 的。你还记得吗？啊，功夫杯啊，那是 King， Nobles 挡那个小明啊，小明，但 Nobles 和 No 总干嘛都是 No 字辈的，小英飞啊，英飞。如果操作不失误的话，还挡得下来。但是有区别 ，Nobles 是两兵营，而 Infi 是一兵营，还是挡得下来。如果操作不失误，但是这个操作不失误的前提是对手也不失误，对手要失误。对的。Infi 的机枪由于这个兵营离得有点远啊，所以说 Infi 家里面点饱了，家里面已经拖出所有的农民保护这个机枪。他现在要做的是农民输出，然后机枪出来了，机枪出来了，围一下，围一下，打一下，好，哦，这个位置卡得很好啊，哦，卡得很好，魔兽选手，这英飞这个牛天都挡住了，哎，跟魔兽选手玩操作，第一时间集结点设置到上面，然后农民直接是围了过去，世界冠军的英飞微微一笑，一个地堡的造型都是精心设计过的，他故意的吧，擦一个梅花妆，他故意给自己贴标签吧，也不是故意贴标签，就是他因为他等会还要擦地堡的，你知道吧，他不是，我的意思是他故意输给女人，哦，就反正都破罐子了嘛，然后那再破一点无所谓的嘛，你这么说也是有可能的。哎，好吧，我们来看看这边 Courage 这边
跟英飞的这场比赛会怎么样打呀？单兵赢。单兵开二矿，英飞就稳稳的打吧。而 Courage 这边好像是，还是双开，还是一个双开，正常的。我还以为他要慢狗开呢，这慢没必要。对手首先不是一个两兵赢的高手，对吧？虽然他可能打两兵赢也很猛。其实慢狗开打两兵赢不赚的呀。嗯，是的。两兵如果我是一个打着存五个大人族的，我就存五个香槟带五个农民，你RGD稳掉呗。你不觉得吗？你经常给我演示，经常都打掉。但是你用人族给我演示的时候，你的对手都不太强。妈，我用这招把那个打死过的，好吧？不要说了，你用这招去打孙一峰，看能不能打死。孙一峰很聪明的，好吧？那打牛总，牛总这么猛，让他用慢狗开，有可能打死的，有可能。我只能说，好好好，前提是他要知道，他不知道我这个战术。嗯。我打死过那个叫 KDY 的 KDY 是谁？韩服宗师的重组，好吧。嗯，我就用这招，以前天天双兵营的时候就弄死过他两盘，我好开心。然后后来他是宗师啊，后来他就宗师组了呀。嗯，为什么跟你打过的人都他一直都宗师组的凤凰涅槃？对啊，被你侮辱过的我是一块噬金石啊，过了你这关就牛逼了，对啊，没有被我弄过了就牛逼了啊！你看 No 总，自从那次输给我之后，现在水平涨了好多。是的，他后来还找 Top 来报仇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没接这个，我没接而已。那天他跑，那天是他们战队的领队狼爷过来跟我说 ，No 总上次被你弄了，很不爽，现在 Top 要来给他报仇，你敢不敢接？我就默默的把 QQ 关掉了，下线。英飞还是选择比较正统的一个打法，而 Courage 这边依旧还是一个三开的一个节奏，那两个人也不搞什么花招了，不搞什么花招，正常打。直接是三开，这个时间点，哎，真的是一团模糊啊，我们自己都看不清楚。原信号就这个样子。是的，就是快六分钟吧，五分半，五分半吧，五分半钟，五分半不到。这边也特别解释一下，这个信号大概是一个407的，对吧？480P 都不到，400P。70几乘40几的，所以说也就这个画面了，大家将就一点吧。嗯。我们也曾经看过清楚的画面，对吧？没办法。OB 第二天权限也拿不到，这个也没办法。第二天给的流也就这个样子了。嗯，好，这边好像又要打出了他的火车女妖。嗯，英飞还是习惯性的用这样的一个战术。嗯，有点坏啊。刚才有谁有提醒我们这是纳达流，但是纳达流没有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么打，这不是纳达流，是正常出枪兵的。嗯，这不是纳达流，这是最近在。啊，又是一个给他看，而且这次又换了一个，又换了这个渡鸦的机枪塔射程。这个是这样的，他的这个打法就是火车带女妖压制军坦的打法。对对对，我刚才也跟大家解释过这个打法的好处。我发现 Infi 每次在这个时候都会干嘛？都会砸一个房子下来。他可能算过的吧？嗯，应该是算过，他每一次都有的。算过的。嗯。他这个好处刚才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说他可以封住虫族的一个侦察啊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三矿直接打崩。嗯哼，因为火车配上女妖打这几个女皇还是非常轻松的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砸这个房子。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砸的房子可以让他二级地快很多。哦，他在这时候就是说虽然是钱不够，对吧？对，钱你可能你房造了房子，你是矿楼等会能踩的超过这个房子，但是你的基地会慢。对，毕竟我跟 Joy 都不是这个人族选手，所以说大家可以尝试这种小的细节，还是不太清楚到这种运营细节太细了。你看哥是不是眼神好？哦，大家都四只眼，为什么我看得这么清楚？我是近视眼，我也是近视眼。好，
这个又进入这个节奏了。现在我觉得英飞要做的就是不要像上一次那样盲目的送掉自己火车，他只要把自己的火车和这个女妖控制好，就站在这个位置压你瞭望塔，让你侦查不到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对于虫族来说，到底捕不农民是个很关键的点啊，猜不到你到底是怎么打的，猜不出来。对啊，他是不是要一波我？哎呀，这几个农民也是白捕了，我觉得还好还好，这三个女王是拼死保护自己的子民，很惨的。我说这一招很烦的。哦哟，暴力大波狗，但是军坦被对手清了，英飞早早就把军坦给清了。英飞只要不犯上一场的这个失误，对，没问题，目的已经达到了。嗯，没问题，就是这样，各种占你便宜啊！哎呀，我就占你便宜。如果你出蟑螂怎么办？我火车往回走，这个离开这个女皇的射程，我这个两个女妖或者一个女妖在上面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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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对的。对吧，你要是出这个狗毒爆，嗯，我也是这样的，我一跑女妖就 shift 你的毒爆毒爆。嗯，这个时候虫族怎么办？出不了，出不了门。然后这个时候爆女皇慢慢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搞出来，而且 No 总怕是怕什么，因为他看到对手是隐形的，所以说有点虚，他只能是把一个防空爬出来。很烦的这招爆女皇，什么五六个女皇往外硬顶，这个可以吗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那就还是爆女王是最好，就六个女王了 啊！你就五六个女王嘛，因为你想你出那么多狗，嗯，烧来烧去一会儿就死了，还不如出女王。你想包掉对手的火车，除非对手是傻子，嗯，或者出很大的失误，你不能指望对手出失误。对你正常的打法，你说是不是爆女皇补农民是一个最好的选择？确实，软又利用的。Low总这个打法也可以，他得把地堡铺出来，但是他二本没有啊。二本好了，好吧，他二本升塔都下去，二可能升在二矿出吧、那还好。我要说这个时候要没二本的话，那就是太慢了。这个可以，因为三基地之后再转运营，那这个运营上来说的话，跟 Courage 比起来差不多，因为 Courage 这边他顶出来是强行的开了这个，补了这个农民，算是默认对了吧？他赌对手是三开，而没有赌对手是两矿一波。嗯，要对手两矿一波的话 ，Courage 可能三矿直接就掉了。这个真的有点赌命啊。好，对手三开，他农民补好的情况下的话，经济也是没有任何问题。那从经济的角度来说，我反而觉得 Courage 现在是有优势的，反而是有优势的。但是英飞只要这个三基地开起来，因为他兵已经补起来了，进入他的爆发期了，开始不停的爆兵，而 Courage 那边基地补晚了，所以说导致自己现在的卵也不足，四基地还没好。他想不想冲对手？现在我就想在想这个问题。Courage 啊，嗯，他可能冲不下来。就是他冲不冲下来是另外一回事，他想不想冲对手？你闭着眼睛，你听楼总啊，楼总打肯定冲了啊、对吧？至于他冲得下来冲不下来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他要冲下来的可能性很小。一般来讲要冲这一波的话，主要跟我说是只出八个飞龙。要把所有的钱变成毒爆狗毒爆，对，但是 No 总好像出了十几条飞龙，所以他不想冲了呀，有可能是要骚扰一下。本来是前面这波兵搞得他蛮麻烦的，先把这个瞭望塔这些乱七八糟的赶走再说。哎呦，英飞这个空投有点骚 哦，但是被 No 总发现了哦。但是这边中间结束，哎呀，可惜了，这个女妖，这两个女妖其实在中后期是有很好的作用的。我想想他现在整个局势啊，这不敢动啊，这不敢动啊，哎，下来把这个房子砸了，强行动没关系，敌不动我不动，敌再不动我还打，能打一条飞龙，有两条赚了，两条赚了。诶，这波兵还没有解决掉，得派狗去解决吧。诺总不好打了，诺总四级地开完了，不好打了，四矿开完了。诺总现在有一波钱，看一下他可能解决这波，有可能正面要忙一忙，很难打，这波很难打。因为飞龙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的骚扰价值了，然后从大家的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说啊，两个人现在都不停的补兵，那、然后交换，只要操作在都不出失误的情况下，人族是占，人族是优势的，因为你没有防守啊，你没有那个气啊，对，而且这张地图是由于是安迪亚新港，所以说他推出来就好打了。No 总现在存了2000多块钱，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？傻爆呀，他准备要马上憋到200人口呀。他现在卵不够，就我就说他四基地补晚的嘛、啊、他四基地补晚的，他当时如果真的是想跟对手打三矿硬冲的话，他就直接五基地就放下去。对的，那现在等你的这个兵力成型了，现在 Courage 去开矿，就 No 总现在去开矿，那、就已经晚了，英飞就一直 A 你就好了。
陆总又是把基地强行顶在正面，他用飞龙来不停的牵制，但是根本牵不到东西啊！这点牵制对英飞来说杯水车薪的。你看，就是人口两个人的人口对比，都是同时到200的情况下，你怎么打？对的，而且英飞的双生攻防很快，而且英飞在下面好像又出了一船兵进空投。对，这个时候就是什么？科瑞冲一波，然后冲不下来，然后对手把矿再一起来，然后就一直。除非是这一波冲上去什么失误全倒，那不太可能啊，我觉得已经发现发现了，那太难了，而且军坦也不没扑上。好了，这一波冲上去就是一个送的节奏啊，看下面的坦克不停的谢夫的毒爆啊，英飞的兵呢，好，毒爆点光，好换完了，这肯定是这在军坦外面要想跟人族这种摆好阵型 A 这不可能的，亏成马了已经。那这样的话行象赛是肯定一顶对吧，行象赛一顶，然后就一直 A 正面。我觉得英飞现在有一点点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兵稍微的少了一点点，不过他的钱控制的还可以。我刚才看了他有一次产11个枪兵、啊、够了11个枪兵够了、嗯、如果他这个时候只能产6-7个枪兵就是兵少了，11个枪兵完全够了，11个枪兵就是5+1 6个兵以上，六个兵可能是5个双倍挂件一个科技挂件。对，好，这个行星要塞一顶开，就是双 F 一直出就好了。 No 总由于是自己的那两片气没开起来啊，就是我们说的7气和8气，第7片气矿和第8片气矿没有开起来，他完全没有转型这个三本科技。如果他这个时候能够再转型大龙了，这场比赛还有救，但可惜啊。好，英飞这个就随便跟你换换就好了对吧。诶，这你不能这样来的，你稍微随便换换就好了呀，对吧？这坨稍微站紧了一点，不过后面接波兵就守住了。嗯、对，稍微拉一拉，11个枪兵一铲，对手已经差得很。哎，你基地开这里，那没机会了呀。这场基本上是输的可能性已经超过70%了。是的。上次我们记得 F91 跟英飞打到这个局面是怎么赢的呢？爆了40-50条小口，穿了一个矿，直接穿换了个家换赢的。是的。这是 F91， 他的风格在这个时候。哎，就有用了，哎，就是这个，但是狗有点少。上次 F 角是穿了多少条啊？一大片啊，40-50条啊。可能比这个要多一倍。英飞不会这样也会被穿到吧？双线了。这时候我觉得家里面接波兵这个就这个狗穿的可以，这个狗的意识穿的不错。是的。好，英飞的这个节奏有点乱，感觉有点乱，哎，忙不过来，英飞。哎呀，哎呦，这个损失有点大，机器有点伤啊。32个农民，又是32。不过好在没有开7气8气啊，楼总的那片矿开的有点问题，开不起来。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觉得是开在12点钟那片风矿上面去。他当时开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他楼总是觉得自己正面有优势，他才会开在那个地方避免被空投，因为他想冲了。嗯，但是这样开在这个地方最直接的问题是正面一旦没 A 过，这一次骚扰断了一下英飞的接兵，所以说我觉得楼总如果运气够好冲得开，那、啊、这场比赛还有救。但是我觉得 No 总应该是左边或者右边穿矿的时候再冲中间。哎呀，他右边有冲，对，右边有穿，对的，他这个打法吸引走了机枪，然后是这样冲，但是损失太多了。家里面已经穿了双线了，家里面已经双线了 ，OP， 好，穿的不错，我觉得 Courage 在这个时候的选择是对的。嗯，换对手经济，嗯，这个对的，因为人族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换的话，他的接兵势必会出问题。而虫族在这个时候由于是主矿还没有快干了，还能够产再产一波兵，但是打不破平衡啊。 Courage 开不出第四片分矿还是死，无论你骚扰力度多大，无非也就是对手一波矿挪的。但是觉得 No 总这样 A 的话，他如果在右边把这个12点的位置的矿开起来就好了。嗯，开起来这边其实英飞的空投已经防了你这片矿开了。嗯，英飞是想到了，但是 Courage 这边哦，双线不错，没有打到太多东西。嗯，打点农民对于英飞来说完全可以接受嘛，也就几个矿螺的事情，他只要慢慢的架起来让你开不出第四片分矿就好了。是的，现在人族就要尽量限制虫族的第四片分矿，哪怕空投是送兵啊，一直送着让你的矿开不起来就好了。嗯， Courage 打机器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了。对，最后一波部队，最后一波搏命的部队了。这一波部队他想换四矿吧，我估计。但是你换完就家里面就没了，换完就GG的节奏啊。嗯，这是安家新港虫族的无数次死法中的一种啊，就是把所有的部队比较普遍常见喜欢所有的部队去换行星要塞，换完人族一波反打直接就GG，对吧？嗯，啊，换行星要塞去了，换了一大波，这个时候
走入了一个不归路啊。好了，英飞反打 GG。除非你的埋地毒爆什么都炸到了，这个时候要是来两个埋地毒爆，咣！但还是重组没矿，嗯，还是几级？对，除非你有四矿。对，重组有四矿的话，就你这时候神来之笔的毒爆或者感染虫发挥一下。这个死法已经是只要是打重组的都知道，在安提亚新港上面很常见的，无数次了，无数次了，这个已经是无数。